也没得到给你洗嘞。哎对啦，所以人讲巧会顾身体，安那讲的嘞？顾结会。哎对吼、哦，太了解啊！后日大家等于今年再播了播大听了不？伊要共骂，用迄北京字，佮用迄大陆个迄简体字在共骂，你着写起来共骂，即标准。哎，你今仔看了感觉咯？相当好，相当我是感觉。这才是叫做台湾的宝啦。哦。啊，迄个蒋，迄个蒋副教授吼，根本用迄北京字在共讲。平和道，平和道。啊，用迄北京，用迄个汉，用大陆个字，一个北京字在在台咧唱声。台湾农土的建立，也是连从来从来不同。我对外讲，我做农村开农户是最退步的物件。农民社区，你听下，听下，恁的村民吼，啊，甲社区去当面做起来，全部我认识。啊，你看完以后，你感觉，我的生活有啥物所在改变，有啥物事？就是啊，陈理事长，我今仔日吼啊，有真荣幸会当来甲咱这个顶台社区吼来谈好。哦，今仔日咱搭入来了，发现就讲，真正爱过过头啊，开始去。啊，咱过一直过听恁理事长一席话吼，啊，胜过读十年的册。咱所看到，都人们都着这种文化的气息吼，咱的台咱台湾话的一寡这个俗语，啊，甲讲这个内底咱遮的旧的农夫，啊，讲是啥用品吼，啊。哦，你先甲咱解释讲，这唔是讲咱卖用盘来铺，会当换用，把你的物件变作换啊，这种是实际咱去经营社区，即个各社区啊来好好来学习。所以我有决定哦，林工一定爱做阮遐干部，专程啊来遮请教陈理事长，啊，你着甲阮指教一下，甲阮指导，讲要安怎来靠这个做社区的经营吼，我来好好来学习。啊，李书记，你感觉我那个保存较清楚吼？你感觉迄个价值有无？非常有价值，咱只因为这个哦，咱古早用的这物件，哎，本来咱嘛是甲囥的，是真正有影摆伫啊做者摆设尔吼。啊，即摆啊，你等于改活用起来，即个佫能够甲这个古董物件吼，啊、哦，让它作为将来是一个。生产的工具吼，这是真难得，伊的想法，真正超过咱任何人的这个脑筋，哎，非常感谢。感谢你，谢谢。开门过我来，欢迎吼，欢迎来个哎，欢迎来阮遐，哎，台湾之首，哎，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是